承诺你别说，只有此刻在乎我，明天的寂寞明天再去躲，梦境不怕多，只怕片刻都错过，被爱像扑火，爱过像解脱，盲目的开始，灿烂的结果，在你心中，你的最后不是我，你的寄托不是我，你只是路过。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，我的爱已不能胜过，何不洒脱？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痛的，我很痛。泪水它无声无息的流，无言无语的请求，是你辜负我。在你心中，你的最后不是我，你的寄托不是我，你只是路过。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，我的爱已不能胜，我何不洒脱？在我心中，你的一切不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痛的，我很痛。将军与秀儿姑娘成亲，赵云于月老庙换错花轿，万岁爷顺天应人，成就美事，臣之后世美谈。好，朕就依你所奏，特赐贺伦特将军与秀儿姑娘共结连理。谢主隆恩。皇上驾到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皇上万安。干嘛？皇娘，听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满朝都是乱臣贼子，真要把哀家给气死。你就别跟皇姐生气了。哀家跟她生了什么气呀？哀家气的是贺伦特与兵造反，气的是施世伦妖言蛊惑圣体，我气的是那秦大贝协助乱党动摇国纲。皇娘，您所说的这些人，他们全是忠臣，都是乱臣，举兵神武门外要杀哀家，这叫什么忠臣？那是莽衣徒，儿臣必定会将他治罪的。好了，再怎么说你就是不杀贺伦特，对不？贺伦特他无罪啊，皇娘，证据都齐全了，你还袒护那批人？皇娘，您别动怒。皇娘，你到底是杀不杀贺伦特？皇娘，你让儿臣再仔细的查清楚，儿臣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娘，娘，您别再生气了，就给皇上一点时间吧。你看，还让这做姐姐的来替你求情。谢谢皇姐。你就去仔细的查吧。
不过你记住了，格格的死，哀家绝不轻易饶恕那个赫伦特。是。哎，里面坐。娘子，这儿就是我与世伦初次见面的地方，也是将军行礼不早买醉的地方啊。现在家人都已经抱满怀了，这不该再喝醉了。哎，公公，您这么说那就不对了。啊，哪里不对？自从将军娶了格格之后呢，那是再好的美酒也不够味儿啊。正所谓馨香满怀抱，酒不醉人人自醉啊。小姐，您真是好学问呢。哪儿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没抓到上野心里难过呢？抓他是早晚的事，不急待一时。哎，就是啊，公公，我们草上飞草大侠那可厉害了，要是房檐上草再多一点，那十个上野也不是他对手啊，是不是啊，草大侠？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姓莫，莫云飞。是莫草飞。这上野啊，我们真的是要提防一点。对，万岁爷特意交代咱家要提醒将军。哦，何事啊？格格失踪案至今未侦破，太后对您的误解很深，将军还是要小心为上。小心是应该要小心，莫云飞，秦公公，我想保护将军夫人的事就要麻烦两位了。啊，义不容辞。是，不如将军，要是将军您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就让我到您府上为您打打金，巡巡房，保证是宵小绝迹，何府安宁啊。不，小姐，你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，我看你就别到将军府去搅和了。大人，您又要派给我什么任务？小姐，你怎么垮着一张脸呢？施大人是看你足堪重任呢。哎，大人，我看还是甭了吧，我最近呢这肩坎疼，疼得厉害，担不了什么重任。不，你放心，我不用你的肩坎，我只要你的两条腿跟一张嘴。那还行，跑腿就行。我要你到瑞王府去一趟。什么？大人，您要我去瑞王府？哎，不，大人，千万不能再去瑞王府，我打死了我也不去。啊，不去。我保证这回绝对没有事。不行啊，大人，我第一回去的时候，我让人打得遍体鳞伤啊！我第二回去，我手差点让人剁了。我这回要是去了，我肯定剁成肉酱。不行。那就不勉强你了。不过我想这500两赏银差事呢，只好偏劳这个莫大侠去一趟了。哦，这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有500两？嗯，啊，这是将军说的，说只要办好这件事，就有500两的赏银啊。对。没错，这500两赏银，再加上上回你替我办喜事那500两赏银，加起来一共是1000两。大人，您还没告诉我到瑞王府干嘛？你还没问我，你就走那么快干嘛？到底干嘛？你到瑞王府去，只准告诉王爷一个人，你就跟他说，明日子时。这太过分了，赫伦特公然造反，居然连点处分都没有，居然还让他跟那小贱人厮守在一起，这老天爷真是没长眼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大清朝岌岌可危，我一定要面奏圣旨。禀王爷，顺天府贾师爷求见。哼，这不怕死的狗奴才又来干什么？夫人，施世伦诡计多端，且听听他传什么话。
传单进来。是。奴才贾青天叩见王爷福晋，王爷福晋万福。免礼，起来吧。谢王爷。说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回福晋的话，奴才今儿个是专程来找王爷的。找本王？说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施大人说，姿势体大，这事儿只能跟王爷一个人说。你说不说？夫人，就依他。王爷。夫人，请再回避。奴才恭送福晋。说吧。王爷。干什么？请王爷附耳过来。你让本王附耳过来？张嘴！回王爷的话，可施大人说了，这事儿极为机密，不能有旁人听到。这没什么外人，说吧。你说什么？施大人找到秦罗了。秦罗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说，秦罗在什么地方？施大人说，明日子时到月老庙，您就知道了。奴才带话就带到这儿来，奴才可以告退了吧，王爷。滚！谢王爷。提到他的名字，哥，你干嘛要我把佛像的头包起来？家人无烟无水，等等边看。月老失礼了，施世伦为办一件沉冤多年的冤案，不得不如此。冒犯之处，请月老海涵。秦罗，本府推测不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在此庙中已经沉冤20多年。如今本府已将月老的耳目蒙上，你大可放心，放下一切，早日投胎。一切恩怨，本府替你做主。以秀儿与将军的这一段姻缘，施世伦就算丢了顶戴，也要保住他这一段的姻缘。秀儿，跪下。请将军进来。哦。说什么？王爷错失与那秦罗见最后一次面的机会了。快说，你把秦罗藏了什么地方？王爷别急，下官有事请教王爷。还问什么？快把秦罗给交出来。不不，问过了再说。好，那就快问吧。请问王爷，那秦罗他是何身份？是本王的侍妾。如果根据下官推测不错的话，应该是20年前就失踪了。没错，
当时本王正在追逐前朝永历帝朱由榔入缅，花了3年的时间才抓到了朱由榔。等到本王班师回朝之后，秦罗就不知去向。那当时福晋是怎么说的？他说秦罗与别人有奸情，私奔了。王爷您认为？当然不相信。秦罗用情极专，本王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忘怀过。是大人，只要你让我再见秦罗一面，本王死也瞑目。据说王爷曾经有意要纳秀儿为妾，怎么会有那种事？是小叶子告诉下官，他说有一回王爷喝醉了，误把秀儿当成情奴。酒后之言岂能当真？酒后才能吐真言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秀儿已经嫁进了将军府，本王岂能夺人所爱？有王爷这句话就够了。秦公公，莫云飞，请两位将那神像移开。是，大人。总算找到你了，秦罗，小心！有尸毒吗？尸毒？你说他已经死了？20多年，这怎么会？秦罗，你张开眼，你看是我。秦罗，秦罗，你张开眼啊！王爷，王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啊！说，是谁杀了他？说。当仵作彦明死于之后，下官便向王爷禀告，到底是谁杀了秦罗。仵作到了没有？下官在。开始验尸。师大人，以卑职所见，秦罗颈部断裂，而且还是被人用单手捏毙的。秦公公，请你看看他的脖子。大力金刚指。秦公公确定是大力金刚指吗？嗯。王爷，根据下官推测，秦罗是被王爷府的总管上爷所杀。胡说！上爷对本王忠心耿耿，怎么会杀了本王的爱妾？上爷对王爷确实是忠心耿耿，可是他对福晋呢？你说什么？他对福晋也是忠心耿耿啊！你的意思？大胆师不权！好个师不权！你竟敢挑拨王爷来仇视本宫，你是何居心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，你是什么用心？福晋，本府一心一意为民伸冤，即使是沉冤20年的死尸，本府一样要为他伸冤啊。对呀。福晋跟踪王爷，这分明是做贼心虚嘛！胡说！你们有什么证据说秦罗是我杀的？要证据，福晋请自己看。怎么了，福晋？不敢看了是吧？看就看嘛。
您说什么？我没说，没说。你以为躺在石棺里的应该是一具白骨是吗？你知道秦罗的尸体为什么没有腐化吗？为什么？自古以来有很多沉冤不雪的案子，往往都会产生异象，那就是冤死的人对天地做最大的控诉，要让在世的人张开眼睛看看他有多大的冤屈啊！杀害秦罗的人手段狠毒，已经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。杀死秦罗之后，还将他的尸体镇压在神像之下，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福晋，您说狠不狠啊？住口！秦罗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。说，秦罗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！你还不招认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打我？你给我走！我不要再看到你。王爷，滚！秦罗，是我该死，我没有好好保护你。秦罗，是我该死。行，你也上前看看。是，就不要为难秀儿。秀儿不看看秦罗，秦罗死不瞑目。娘，你说什么？秀儿会与格格调换花轿，这全都是秦罗在冥冥之中所安排。他知道秀儿对将军用情至深，他希望秀儿能够嫁到将军府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也是母爱的表现。娘，娘，秀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秀儿，爹。我既然要害死我亲生的女儿，天哪！秀儿，秀儿。大家这种至情至性的人，非得要感动个三天三夜不可自拔。哎呦，我说好了呗，秦公公，那是人家在认女儿啊，您老人家哭什么劲儿呢？这小贾，你给大家闭嘴！你这铁石心肠没肝没肺的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公公，让本府说两句话行吗？石大人，你想说什么，你就说吧。小红，你搜山搜了那么多天都没有结果，我希望你再往深山里头去搜。像范八刀他们那种猎户，要在深山里躲个一年半载，不成问题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莫云飞，劳烦你跟他去一趟。大人，山里的地形我熟得很。走吧。公公，您可以继续。
捉拿上野，死活不论。是。你们去传拜十二相吉礼，补送到将军府。王爷，哥哥陪嫁的吉礼不是早已经送过去了吗？这是给秀儿办的。这，奴才马上去办。慢着。王爷，你为什么要替那贱人办喜事？住口！快去办。走。王爷，您这是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人死已矣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不行，王爷，您一定是受了师部权，跟那个……跟秀儿的蛊惑。我告诉你，我跟秀儿已经父女相认，从今以后你不准再动秀儿的脑筋，听到了没有？什么？你跟秀儿相认？你还装什么？你早就知道秀儿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还纵容我去杀她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毒啊你？王爷，你误会了。好了，你听着，不要再去找将军府的麻烦了。那兰儿呢？王爷，兰儿的事就这样算了吗？那是你自作孽，还赔上了兰儿的性命。你怪谁呀你？你居然说这样的话！好，秦罗生的就是你的女儿，我生的就应该任人宰杀。你是这样做父亲的吗？你给我住嘴！兰儿的死，我比谁都心疼。你不自己反省反省，你还处心积虑去害人。兰儿在天之灵，以你这样的母亲为耻啊你！兰儿，娘一定要替你报仇，你看着。娘一定替你报仇。喂，父亲，卑职冒死参见父亲。王爷派人四处在捉拿你的。谢父亲的关心。你来找本宫有什么事吗？父亲，卑职要远走他乡，只是身上缺点盘缠。好。你要多少？恳请父亲恩赐卑职10万两银票。10万两？你要逃到什么地方去？需要用这么多的银子？回父亲的话，这10万两只是卑职后半生的养老。哼，你这是在讹诈本宫是吗？卑职不敢。卑职只是怕一旦被抓，害了父亲，那时候卑职是万死难辞其咎。害了我？你是说你被抓以后，会供出我指使你杀秦罗？不仁之下，好汉也得抵挡。好，念在你对本宫忠心耿耿，我就给你10万。谢父亲恩典，再加10万两，你替我办件事。王爷命奴才送12相吉礼过来，说是给格格的嫁妆。格格，就是您呢。回去带本将军好好谢谢王爷。是。小叶子。是。带他到账房打赏去。是，王爷。谢将军格格恩典。
又在想什么了？突然之间被人家这样跪来跪去喊哥哥，有点不习惯。启禀将军，顺天府尹的帖子请将军过目。世伦找我有急事。那你就快些过去吧。备马。将军请，这边请。大人，将军来。将军，世伦，有何事找我？没有，你不是差人送了一封急函请我来一趟吗？没这回事啊。走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小姐，快走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小姑娘出事了。师妹，小叶子，小叶子，小叶子，秀儿呢？夫人被少爷撅走了。他真的敢掳走秀儿？王爷，请您仔细想一想，福晋究竟把秀儿掳到哪儿去了？上爷，你快要死了。这可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最后的一件事。你自己想清楚，你还有能力救一个无辜的人。救你的，不要跑！
夫人，夫人，别动，大夫马上来。说你是哥哥，你就是哥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做什么哥哥嘛！我要跟你一起去山里打野猪。哇，你怎么这么翻呢？哎呀，是我妹，你才翻呢！20年的恩怨，今天总算是化解了。人死国已尘土，认真想想，实在也没什么好计较的。兰儿，爹另外再替你找个如意郎君。镇国将军贺伦特之妻秦秀儿，着封和硕端敏公主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谢皇上恩典。起客。蒙一图。皇上。朕念你忠心护主，饶你不死，发配宁古塔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将军，莽一图若能活着回来，求将军再收入门下，以追随将军左右。莽一图，你是我的左右手，我岂能少得了你？禀皇上，八百里飞地。呈上来。可恶！这各丹犯边，我方大将被擒。启禀皇上，末将赫伦特请缨西征大漠，刺杀的噶尔丹以报皇恩。赫伦特，微臣在。你才刚成亲，怎能抛下端敏公主远赴千里之外呢？启禀皇上，微臣与秀儿这段姻缘乃皇恩所赐，如今外敌犯境，微臣理当身先士卒，驱逐外敌，以报皇恩。请皇上恩准。好，莽一图听旨。罪臣在。朕命你为赫伦特将军副将，戴罪立功。谢主隆恩。上帝。
要注意身体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凯旋归来。相公，这块布，这是你我定情之物，我会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虽然相隔万里，但是也就像你随时在我身边似的。等你凯旋之日，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那个王八羔子乱射箭了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衰呀？你看，哎，好大的猎物啊，就被你弄跑了啦！哎，怎么样？射的准不准啊？射什么？你到底在射什么？我在射我的猎物啊！什么猎物啊？我看到啊，一只这么大的野猪啊！啊！我打了一辈子的猎物啊，这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野猪啊！那猎物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哪里啊？哎！啊！这不就是了吗？我是野猪。对呀、啊。我。你敢？啊！哎！干嘛？你去哪里了？陪我去打猎啊！我不去。你去不去啊？不去。我想去，你不跟我去。不去！哎，我不去！敢不去？我不去！哎呦！你怎么了？我摔倒了，好痛啊！我不能走啊！那怎么办呢？我让你背我。背你？我不干。哎呦！好痛！好了，算我倒霉了。来，我们往哪走？哥、啊，你看他们两个倒是蛮配的嘛。嗯，加速火。哎，不如这样好了，你把他们两个凑成对嘛。嗯，我都无咧加结果。哎，这两个一个是哥哥，啊，一个是帕拉，那门不当户不对呢。啊，因家己敲了哪个数字就好，咱去共查哦。人讲有功无受，怕跋都赔。你也知道不配啊。我还以为你平常蛮喜欢凑对的呢。嗯，讲的啥？